这是刚刚另外一个刚刚在跟我讲话那个人，他看到我年轻，他有觉得自己属相，因为刚刚他是一个另外一个长辈，他另外一个长辈就 vice president， 然后他在找30岁以下的属相，然后就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c'est le vestiaire un peu orientale.